无止境拉扯。但是我就像海豚，就是 happy， 上下自我，几个拉起的头，就不像你头晕难说。要不就冲一个，不要说。跳着吧，大神。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好，观众朋友，下次只要连赢三次，就可以获得东方不败所提供的大桌面小计生、超薄好重量的电动麻将桌一台。没错，要上节目挑战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欢迎今天四位参赛，第一位呢上一期呢啊，在东风的时候险，差点被淘汰，险被淘汰，险败。但是呢，一路打上来，最后赢到我们奖金，而且蛮高的。厉害！欢迎杨明。好。这个我们今天才跟他聊一聊，才知道哦，你是香港人，而且嫁到台湾来。好，你跟你先生怎么认识？来这里找朋友，然后唱 K 认识的。哦，唱 KTV 的，这么随便的，还好吧？还好吧？还好啦，还好，年轻人嘛。是是是的，那你先生一直在宜兰？嗯，对。这样子啊？嗯。那对啊，那宜兰你是来玩嘛？一开始是来玩，来唱 KTV 认识。对。这样子啊？哦。那你有两个小孩？对。你来前过几年？五年了。五年了。五年了。他完全没有口音哎，很不容易。真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而且听不懂台语。那他你说天然还听不懂吧？那你在宜兰这基本都讲闽南语啊？没有啊，我先生都跟我讲。我知道李先生，我说宜兰那边生活，很多还是讲闽南语吗？就。嗨，听不懂，打哈哈就好了，没有要深聊，没有要深聊。今天你在宜兰就红了啦，对不对？太厉害了！哦，这个香港来的，你看嫁到台湾媳妇赚了29,000，对不对？好，来欢迎他杨明啊！来，第二位好久没来了，可卿。大家好，我是可卿。有没有进步啊？嗯，差不多。加油！你有没有拿过奖金？没有，没有吧？有一次。有啊。你有拿过？拿过多少？两万多，两万多很棒啦，大概多了，我们节目多大概只有2万到3万之间了，没错，最基本的了，对，是不是？最佳。他最近忙什么？在筹备婚礼，年底婚礼。哎呦，恭喜！哇，好棒哦！怀孕了在？没有没有，没有。看看他衣服这样穿的，好像没有。哦，年底结婚啊？对，年底。是。好，也该嫁了哈， okay, okay, 是不是？年纪也不小了，对，长跑该结，长跑了。好，来欢迎可卿哈，来第三位是古家园。哎，你好，古先生，你好，袁哥，你好。住哪里啊？我住永和。住永和来的，好，排龄多长？30几年。算是有，可是没有经常来玩。没有经常在打，没有常打。哦，那你现在退休没有？退休了。退休了。那退休我常打吗？也不常打，也没有，对，哦，现在大家因为休闲娱乐太多了，没错，选择对麻将也不是选择，以前没有这么休闲娱乐，像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休闲娱乐，除了打麻将没别的了，是不是？现在你看要唱 KTV 啦，上网啦，对不对？要看手机啊，一大堆的，好，来欢迎我们的古先生，好欢迎，来最后欢迎雨涵，雨涵你好。会讲话吗？好会啊！不会讲话没办法来上节目啊！好，砰砰啊，吃啊！你才几岁啊？24。26了。26岁。哎，毕业好几年了。嗯。在工作了嘛？嗯。是不是？对。啊，是做什么？做直播。牙助。哦，牙医助理。你牙医助理啊？嗯，牙助也不错。那你要找你看牙当助理的蛮多的。南哥可以来看。我可以来啊，我去年才植了一颗牙，我一植牙植了半年呐，我植牙很辛苦哎。哦，对对对，因为你要看你牙齿的状态啊，不是他要补粉呐，对，要一直要那个，很麻烦，哦，辛苦。好，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啊，欢迎，来，拿什么的东风三缺一，来拿什么的东风三缺一啊，今天我们唯一的男生哈，古家园哈，看这一直叫三娘，还三娘叫子，还打了好不好？还可以啊，应该好了，高手的感觉。但是我们香港人，香港麻将也厉害啊。你们香港打几张的？13张。对啊。对不对？代保的还是？什么叫代保？代保你不懂哦，那不是，那不是做要做翻的。对啊。做几翻的？三番起胡。啊，没有台不能胡的是吧？他们都在三番西斯口。他是地名。好了，不聊了，来开门。小明。起算，来看四家的牌。庄家杨明，就雨涵，可卿，可，家园，来，猜了。
好，发财。白皮。南风。对，打得可以。白皮。东风。一饼，大饼一颗，大饼，来算，九万，碰，打碰吗？来，九万，吃，哇，真好玩，真是有够好玩，就这样，碰。先来进来的那个来丢牌哈，记得哦哈，然后丢七万要喊了哈。难。五筒。五饼大声，雨涵雨涵大声哈。不要怕。划一个。一万。预言要三张牌哦，小心哦，嗯，要到了尾声，晚节不保哦。晚节不保。挑战吧，大神。预言要三张牌哦，小心哦，嗯，要到了尾声，晚节不保哦。晚节不保。三万，嗯，晚节不保啊，四饼，一万，没事，一饼，没事，没有什么，这牌一看很清楚，你看什么海底只有什么，只有一张。哎呦，一张都没有，一张条子都没有，条都没有，看到没有？这牌有什么牌不能打？当然就是条子了。吓死他了！五万，牌看就黄装的，除非自摸了，没有人会打条子了，或者是有人发疯。七万，七万，阿塞，哇，恭喜，安安全全的。五万，没牌了，你还剩一张。可是我看安不安全。想想啊，好难哦，感觉出窗户。九条，哎，这边。哎呦，绝招的九条呢？五。哎呦，怎么了？大家怎么了？拼。没牌了。啊！是吗？没有，吓死了啦！吃我就可以进攻，没有吧？没有牌了啦！没有牌了，答案完。牌了，谁？没有。还吃？倒下，还倒下了，都没听呢。听了，我听了。对啊，但你这样打了又没听呢。对啊，他把是不是？你看这牌子上全部说要条子，是不是？真的。哎，你吃了九条，那没有用啊，你也摸不到了。那他最后一张会是什么？最后一张什么最后一张？让他盖吃的话，他吃的话，他吃了他摸六条啊。嗯。好，东部残缺第二把，宇涵庄家。来看完。八点，来看四家的牌。庄家宇涵，可亲。哦，是的。元哥，杨明，就。来出一张。九筒。九筒。白皮，八，白皮，阿塞，东风，七饼。
沙，甘蔗。四比。八比。红中，八饼，六饼，六饼哦，就六饼，什么？哇，六九哎，来来打开。六元就漂亮了，八万一看，真的。好，这个二花庄家自摸啊，三台。好，东部三圈第三把，可心庄家。可去开门。你们三个人啊，有一个要被淘汰了，因为他一摸，这个分数不好追。好，十一，看四家的牌。庄家可心，呼起来。加元二。这儿一。杨明，加油。雨涵，来出一支。他说我会发。你们三个都是四千二了啊，还有两把牌。感觉很困难。嗯，我也觉得我会发带进去一点哈，再加一块。带进去。八筒。哇，八筒哎。九饼碰。先拿回来哈。好。北风碰。西风。不要吃，对，要先吃胖哈，记得。好，西风，红中碰，九万，对，九条，八万。白皮，碰一个，一条，八万，八万，两条，七万，二条。八饼，五饼，吃八饼，七万，七万，吃。六万，八，七万，九条，七分，六万。万东碰三扑了，又吃，哇，真好，五万。三桶碰，不妙了，不妙了，四公分，四万，
试摸过了，不要怕。对啊，四条。你试摸过了，你知道吗？嗯。你放可以放三炮。对啊，你很安啦，你很安。嗯，你是稳过关的。无病。三饼哦，还有三饼，八饼，七封，一两，六饼。哇，你也对倒，好，这是白皮一台，好，你看一万对死了，嗯，对，你看一万、二万、四万，全部都一砍一砍的。好了，现在是东风三缺一最后一把，报告我们四个积分。好的，现在分数最高的呢是我们的雨涵是8000分，嗯，然后可卿跟我们的嘉元哥呢都是一样是4200分，阳明最低3600，因为刚刚放了一个哈一台的，啊，所以只差600分啊，不没什么哈，所以你们三个人你是一定要糊了，好，那你不糊的除非啊不是，阳明要是你一定要糊，对，阳明一定要糊，那要不然你们两个的话不放炮他也输，啊，那你们俩放过超过700分也会输，你是输600。600，两台吗？一台，你像庄家赢一台了，你谁都可以糊。对，你谁都可以糊。他庄家吧？啊，哦，他庄家，家园庄家。这个，平常没在用电动的啊。好，来十三，我来看四号牌。庄家家园，阳明的牌胡，雨涵，可卿进牌。来，好，东风开始。好，打东东，跟东风。一万，南风，发财，白皮。9条，9条放起来。东风，五花，一饼，红中，7条。北风，放一个，起来，一桶，等我一下，慢慢来，9万，捅一个，5条。一饼，吃一个，有第二道菜吃哦。1万，吃一个，2万，4万，2万，5花。难，
八饼，吃一个。小鸟。小鸟。七条。白皮。五万，九万，八饼，七条，六万。六条，六饼，直播台，那家园呢？刚刚本来就落后了，真的是三娘教子，哇哩咧的，东风就被淘汰了。啊，这个是自摸一台的两台，家园东风淘汰。来，现在是我们的西风南风逆转胜。来，马上是我们的南风逆转胜。好，东风呢累计了这个七千四。七千四。嗯。啊，我讲七万四还得了？那不得了。啊，这个。是我吧？不是，我说你刚刚自摸又来了，算是又把你啊拱上来了，拱上来了哈。哎呦，小妹妹打得不错啊，会手。七千四，现在你累积了，你庄家。九字棋，看四家的牌。庄家雨涵，可亲，默契赖，大可怜，杨明加油。好，来出一支北风。碰红中，先带进来。好，动起，不好意思，三万我要，打出来哈，红中，好，红中，九笔，发财啦，阿美，发，八笔。哇，是卡掉九万，哇，腰不痛了啊！白皮九万，来个我们二万，不出门，对，退，吃一还要出来，我已经快坐到外面去了。三条哦，我到底还没出来。南风，哎，三万，耶，他要的，他要的，看很久了。哎，大饼，二个，三红，吃，来个猎球，二饼。春鸡，二饼，四条，吃起来，三万，
哎，芭比。六饼。二甜。痛。真好玩。小鸟。小鸟。一万。七条。大家发财。四万。阿塞。碰个。阿塞碰起来。不要。不要。眼睛。碰。做眼睛。红中，补花，三饼，九万，他说我会发，还有这一张，是哪张？六万。三饼，很好，很好哦。你要放炮了，很好，给你。等一下，拿错边了，拿错边了。三桶，还有三饼呢。哟，妙了。哎呦，九饼。九饼。四饼，六饼，到，耶！哇塞！我靠！雨涵，雨涵北赛，雨涵北赛，怎么了？耶！对啊，他奶哥才说他会打，他刚才这样子，然后一个这样子，他要把碰起风。你为什么不碰？要碰啊！哦，没。就这个，他这个好像是把他刚才是反就抓定了。对，哦。碰了打九万就钉螺丝嘛，是不是？哎呀，好可惜哦！我以为他当爷。啊，没事没事，反正也不是你管你的事，鬼哥也管你的事。好，这是装啊屁股。好，南风女神是第二把。好，来可亲。哦。十，来看四角的牌。庄家可亲。好起来。可爱。杨明。招。雨涵，你声音就这么大吗？不要盖住，大声一点啊！对，提起精神，来，可亲，北风，很好，雪雪姐姐，一万，雪雪哥哥，吃，我也北风，西风，碰，红总，阿南。黄忠，北风，白皮，中，四饼，白皮，南风，小白脸，五花。八饼，发财，八五，八八嘛，等我一下，哎，四万，八条，六饼，票，九九，没事没事，九万，碰起来。九条，中，东方票，好会票，这么会票，二条，一方，二条，二条跟一条，
碰。哦，有够会，四破，好会，六万。来，一条带回来。好可怕，好可怕。碰碰我四台而已，要不？好，希望。十一张，八筒，字母。哇！哎，我还想你居然都不看掉，结果哇！这个是我一个打八条，厉害，我给鼓掌。太搞笑了。哎，是我，我一定碰掉。要犹豫要不要碰，更好碰完又碰完就是那个，就碰错又全球呗。对啊。可是想说就好厉害哦，摸了一个八条。好了，自摸双加，独听三台。好来，南风绿船胜第三把，我的庄家。十一，看四下牌，徐乃莹。杨明，叫女孩。可爱，好来，孔雀东南飞，碰，北风，这里，这里，不好意思，对，北风，阿南，中，梧桐，梧桐，没有，不需要。南风，哎，北风，发财，火花，哎，又一个梧桐，好烫，哦，白皮，那小白不要喊，五花，九条，碰一个。七条，昂中，不要喊，又来，连跟你摸三张，你们打的都一样，一七九条，五条，怕，不敢喊了，不敢喊了，发没有了，没有，难了，是南风，是笑我。六条，六筒，一万，真的有发、啊，哇，都是大字，一曲一曲，笑死，大饼，四条。终于没有一张字，这边是字吗？不会吧。西风碰，里面还有人碰。一万，西风。四万，考虑考虑。五吗？吃，好吃，再打一个四饼，小鸟，小鸡一只，六万，棍棍，是棍棍，你怎么知道？你要棍棍，哇，我没有胡来，我没有说你，嘿嘿，还好，好的好的。七饼，白皮，九饼，碰一个，哇，到了，九饼，哇，六条，哇，这么好打吗？嗯，那五八饼都没有，在这里，这是他屁股。
好，南风女主持人最后一把，报告你们三个人积分。好的，现在可先分数最高是8300分。摸一把。然后我们的杨明呢，跟雨涵呢都是3900。你们俩同分啊。嗯。所以谁放炮谁走。啊，来，女庄家杨明。他稳过关了，八子。来看四家的牌。庄家杨明。可惜。来，太气了，来，好，小鸟，东风，春姬，二饼，焦糖，刺，西风。 西风，红中，青白，打开，发，阿南，9条，5条。小声了，昂雕，春姬，哼，二饼，生，嗯呀，真好，嗯，最后一次，真开心。 冲了，因为人家落后。对，不会有人听白皮吧？难说，没有人听了。不敢听。飞风，飞风，飞风。接着呢？确认没人听，确认没人听。2条。哇塞！没事了，没事了，不要开，不要开。啊，坏。 不要开，不要开，大饼。哦。哦。可惜你三条，没了，很轻松的。怎么还有这个东鬼东西啊？罐罐。
点点要看一下的话，记得。哦，好的。你是没有听，怎么直接靠牌？不要跑，被发现。不画。I did。三跳 again。我的妈妈的，怎么做这些东西啊？别跳舞。每一人有吧。一人是两张。又是两张，我没见过哎。六饼。臭，全部是腕子，手里面全部是腕子。你要冲啊，你不能怕。北风，碰，不要北风。到你跳。哦，你们俩是平手，搞错了，我以为你落后500分。西风，所以打黄你们俩都晋级。嗯，啊，打黄的话，那我自摸你就输了。对，不要，不可能。哎呀，糟糕！怎么可能？嘴巴讲着讲着就来了，东风。没有了。喂，点点要看一下，大家记得。好好好，飞，好的好的，飞。打黄了，打黄了。打一注应该好。黄了，大家都过关。五桶。哎呦，我海底哦。带屁。69万，有没有？有没有？有一颗困难哦。有几张？都倒了吗？这边三张。3张、4张。哎呦，69万一张都没有啊！没希望，没希望，没希望。我自摸你就淘汰了。没有，没有。淘汰。哎，不是。没有杠杠杠杠，还有一张，还有一张，还有一张。不可能啊！哇，14万，我是听14万。喂，怎么可能？换来换去。好，我说。我恭喜两位啊！大家都聚集。这个结局，来西风冠军战，好，来我们西风冠军战，现在打到三个人都还在桌上，所以西风淘汰两位，两位哦，只有分数最高的，啊，东风南风呢累计是15700，所以啊打两万，当然今天要带到26700啊，好不好？来，武庄家，机会很大，加油加油，加油，14、13，快看四家的牌，庄家可亲，进起来，可进。杨明，赢。雨涵，出彩。南风，9万。吃一个。杨明真的都很好吃。对，东风，9万。美露，1万。春熙。南风，交通，票，跳起来，跳进去，跳进去，到交通，吴炳，西风，票，好会，好会，8万，八姐，拿进来再打，不要那么嗨，不要那么嗨，不好意思，春熙又来了，春熙 again。北风，东风，4万，西风，西风，东风，发财，3桶，东，哎呀，东，行，一饼。七，8条，4万，给我一张布，红中，跟打红中，6条，2万。1万，大饼，1万，五饼，奶奶，东，
黄忠。六万。五万。好吃。耶，好吃的一家。九万还给你。六条。哈哈哈，好玩。六万。五条。一万。八万。八万。春鸡。九条。七万。七万就七万了，厉害！二万，碰，绝招啊！你胡了？没有啊，没有啊！你不说你胡？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你不说你胡？我没有胡啊，我没有讲话啊！谁胡？哦，你胡了啦！咦，老将，吓我！吓我！你呀，吓我！发来的声音，吓到我！还没跟对死，对对对，绝招二万，嗯，都你抓的，好，只有庄家台。好，新风官刚定了吧？我们庄家啊。还有哪个？六，六，看四家牌，我要选哪一个？阿明，走。雨涵，可亲，亲亲。拜拜。九万，不要。九饼，北风，北风。九万，又一只。北风。西凤，九条，一万，六万，碰，加，北南风，对不起，是东。黄忠，碰，对不起，黄忠碰啊、哦。九饼，调酒，两对。啊，真的，九万九条。哎呀，一万，二筒，八饼，南风。五条，再一次了，似曾相识。二比，东风，八比，七，白皮碰，四万，走，你回来，你又回来，我没有，没事了，他也没回来，他那么快啊你。嗯，帅一个，好，在这里。哎，什么？没有，没事没事。一条。大哥，爸爸。九万，九万吧，对。打了两次。
东风。黄忠。算了算了，你们玩。三天。杠六，然后摸三条，对不对？嗯，对不对？对。杠六条打一条摸三条。对，嗯。他刚刚还我没听到，没关系。七万，杠。还有，哇也杠哎！你们没希望了。你们没希望了。七条。谁说没希望？确定没有要，他要吃啊。五上有一把碰七条。六条。嗯，怎么样？叫。考虑考虑，会不会太？好了，吃二饼。不想玩了。还可以玩了，牌还蛮多的嘞。哪里？四条。四条。三万，不玩了，四条。五花，再杠。哇，这么会好长，真的耶。九条，有够长哎。啊，这边对。行，再来。嗯。哎，怎么？哇！真的发财有人抓吗？没有。嘿，真的杠杠杠子摸，杠杠。二花，自摸杠上。好，西风冠蛋第三把，加油啦！你们俩拼自摸。杨明，杨明。好的。十出，打开四张牌。庄家杨明，自摸。雨涵，可晴，默默，小菊，不善，小鸟，春吉，小鸟，黄忠，南风，扣，九万。二饼，吃。发财。黄忠。背。五万。七。八万。白皮，哎，六万，六万，九条，六头，六条，九条，西风。二饼，一发，哎呀，二万，二万，八万，三条，北风，四万，七条，北风，
咦，五饼，二条。七万，七万，七条，九条，红中，哎呀，七条。四万，南方，哇，一饼，咦，你喊了好多声咦呀的，六条，吃，来先吃进来哈，九饼，红中。八条，七米，碰，服了，他听好久，好久，七米，做你口你口了，其实你刚刚也一度其实可以做，对，对，一直进，门七，好一台。好，来，现在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最后一把，来报告你们三个的积分。Okay, 分数最高的呢是雨涵，哎呦，10300分，哇，不好追了。然后可清呢最低是2800，然后杨明呢是3600，哇，差7000了8000了，差六千。你们两个都哇危险，淘汰两个。你们两个要摸几台，大家都告诉你们。对啊，来开门。因为我们要淘汰两位。九，再看四家的牌，王家雨涵，可亲，五台呼起来，可配，杨明，四台，来，北风炮，哎呦，哎呦，两台了，嗯，九筒，打出来哈，九筒，哎，太好，一万，两台四摸三台，这个卡上就四台了，哦，单金，嗯，一条。东，小鸟，东方，六万，六万，嘿，这种好事回小，回北风，二条。交通，嗯，七笔，八笔，发财，红中，七万。三七七七七七，一万，怎么了？自摸可是，自摸可是，三台而已。嗯，我也不错呢，那转一转。自摸，北风自摸，你要定卡章哦，你要定卡章。哎，不对啊，我这样不算吗？不管算不算，你把它卡进去了。八万。哎，不对啊，我这样不算吗？不管算不算，你把它卡进去了。八万。哎，这么好。你要定卡章才有，四花北风独定自摸才有四。等一下，等一下。八万。他模糊了。没有啊。不行不行，啊，对不起。没事没事，我就觉得我这个你一定要自摸，有点我真的不行。九条，来你就坐坐看啊，走，你要舞台，来嘛来嘛，好，
幸好。他用品牌的话，倒很好。接他，对，就把他给。八万。独听字幕。独听字幕。八条。可以了，可以了，加油了。哎，怎么办？哇，头发。或者是看一下八条有没有机会。不好意思，我等我一下。好。八队没机会搞一个什么凑一色，然后再来个独听哦，等等哦，更难，我真的已经困住了这样。你先想好方向，你先想好方向。崩溃了，那就算了哦，八条，四笔，七万。交通八红中六条你除了住碰碰胡要不然你门清不求一摸三他嘛就碰对你要碰啊你要碰可以吗可以啊打六条打了，他刚抓进来，还没进去了，他想要碰六条，他碰我的六条，好，那放进来，不好意思，七条，七饼，五花，四万，七封。对，没事。大姐，这边，这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慢慢来哈。一秒。小吉。小白。碰一个。这里要碰。四万。发财。西风。红中，四筒，西风，结束。哎呀，结束了，被结束了。大家得牌，哇，还是不少。哇，奶哥，你看看哪里，好呀。哇，重打。你要重打，雨涵可不乐意，我跟你讲。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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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哇，这么巧啊！真的好巧。你刚刚之前有自摸过是吧？对啊，八万啊，我摸二万。对倒。是对倒是在那时候这样子，对，摸二万，对，摸二五万，那你排台数不对，二万不行不行，不说台数不够，他四花北风自摸而已，三台，你要四台才赢，四台啦，你比我先嘛，好，自摸台，啊，自摸台，好啦，所以呢，今天我们哎呦在西风淘汰两位啊，扬名可敬淘汰，恭喜你们了，来想败部破绽。来，马上送我们的败部破绽哈，三位，今天我们的奖金呢24,900，加种子的5000是29,900，29,900，哇！你上期赚多少？29,600，是不是？哇，29,400，9400，差不多了，反正就这个大概这个金额了，好吧？三位加油，来，嘉远，你庄家，对，开麦，哎，不是，骰子哈，这个骰子，嘿，是骰子，看得出来你很久没打麻将了，真的。好了，看三家的牌，庄家嘉远哥，可亲，呼起来。杨明，加油！好，来出彩，发财。西风，南风，西风，南风，红中，红中，东风。东方跟你，稍微慢一点，好，继续放慢一点。好的，
红中。五花。白皮。来，手中下来哈。对对对。五条。吃。送到你面前，好棒啊！好香好香。白皮。很难。九条。发。发财。九万。困难。背。怎么都是字？五饼。大字攻击。Oh my god。是。哎呀，五饼吃起来。三条。哎，贝。八条。七万。九饼。吃。七饼。吃。五万。哦。哎呦，刚听刚听哦，立刻哦。打五万。打五万。哇。独定庄家两台，六万。好，开不破绽的第二把，可心庄家。可心。五。十七，来看三家的牌。庄家可心。四摸。两米。五。大个儿。咻。咻。咻。来出菜。出菜，东风。五花，来一只。发财，东风，发财，二条，西风，败笔，全牛。他说我会发，发财，六条，啊四条，抱歉，四条，一秒，西风，再补，谢谢，北。深一点哦，一饼，九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难，不妙不妙，暗丢，太好了，碰，二万。是不是碰？好，南风，南风，哎，猜对，好，六饼，太好了，谢谢，吃，然后就知道了，想一下，好，给你一万。一万，二饼，小鸟，七万，八饼，
一万。八万。五万。九条。一饼。知道了。哦。门清双枪，哦，三场，来倒下来。好，来打倒牌。好，来，现在半步复活战的最后一把，报告我们三个积分啊。好的，分数最高呢是可卿6400分，然后呢杨明呢是6100，嘉元哥2500。因为你放两炮啊，所以你必须要自摸。那你们两个谁胡牌谁赢？对。啊，你还没有我赢啊，你才赢300分。来，对，只赢300。好。四。好，来看三家的牌。三家杨明，加油！嘉元哥，加油！可卿，后现在，好来，来出阵。南风，西风，北风，跟打北风，五花，八条，我有八条，东风。红中，两条，西凤，白皮，南风，白皮，九条。放啊，好，二条，九万，红中，三条。三条，撤，先跳下，好，进去，二比，六条，南风，北风，九饼，七万，七，八，先吃，对，冷静冷静啊，姐姐，好，这位姐冷静，八饼，六饼，六六。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哎，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等一下，是六饼，挑战吧，大神。等一下。慢慢来，没关系。对，没有。哎，港哦，明港。
没有，这可以，这可以，这抓到的可以。哦，可以。哦，五环。昏了。踢。太紧张了。没有，香港可能不知道杠杠的这个部分。对，移来移去，移来移去。七饼，我糊了。对，你糊了一四七，太复杂了。他刚刚应该是太复杂，一四五七中行吧，一四五七。二五带一四七饼，掉将的牌。还有刚刚这样，掉将，再这样踢一四七，那么简单的牌，六饼哪会难啊？真的？对啊，糊了就赢了。好，恭喜杨明获胜。是未免的旺啊！来，下是我们的决战北风北。好了，马上是我们的决战北风北，今天总奖金是24,900啊，加总值5000呢，29,900。哇！所以雨涵知道吗？你要是赢的话，待会跟我挑战是29,900，啊，你要赢的话，跟我挑战24,900。但你要胡他两把牌，嗯，你胡他一把就赢了，嗯，好吧？照吃照碰。三川，再看两家的牌。庄家雨涵、杨明、周，来出菜了哈。一条，大九饼，九饼好，二筒，二万，一条，大声哦，雨涵，大声一点，五万。交头一万，九条，九万，二万，一条，五筒，二条，三条，不，马上，我刚听，刚听，每个七笔画瞬间变得好顺，哦，他的牌本比较好呢。没有，他刚听，他听两句问题，这边七万听得不好，啊，刚抓了一个这么，听牌，抓了一个五条听牌，来，恭喜啦，雨涵获胜，哇，人家又来29,900，跟我决战北风北，好，马上是决战北风北，恭喜雨涵哈，哎，29,900，哇，这一座一个月不用上班了。不用，说不用，不用，就不用了，可以去玩一玩啊，对不对？出国玩。你年纪最轻的吧，应该是，是不是？应该是吧，肯定吧。哦，好，那今天三位哈，这个很可惜，送你们了这个吃营养、做保养、健康全面升级的养生机能蛋蛋蛋。耶！今天我已经连输两场了哈，拜托。承让啊，拜托。六。决战北风北，看两家的牌。庄家雨涵，雨林，雨热带雨林。来，各位可以移动了，移动了。好啊。对对，想看谁就看谁哈。好好，大家来，我们大家轮流，来，我们不要重叠。碰。好好，大家轮流哈。二万。一条。九万。三饼，不要啦，七万，碎，二万，一桶 ，very important 这一把。哎呀，四万你不要，一
条。小鸡。Very important。九饼。吃一个。哎呦，被吃起来，被吃起来了。哎呀嘞。七。在节目这样称赞，天哪！这才听那个。我是想转牌，因为我这三条把卡了在没有嘛，我三条在这里。你看看，我打九条听卡八条，对，这牌很难转呢。我就要这样，这样子的话，我摸六条，好自摸，那摸八条，我还可以打九条，嗯，对不对？我的牌很丑哎。哇，还很好转呢，我摸到我都不敢相信。怎么办呢？哎呀，来来，给你2000。小女生赢到了钱，你看看小女生，你看我她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啊，你是结婚没有？有没有男朋友？有啊，那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可惜了，原牌打得还不错，好不好？好，下一集再来，好吗？好，谢谢大家。要上节目挑战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哦。好，谢谢收看，晚安，拜拜。这牌真的是命，怎么可能？